我是不是又说多话了？那个，你别笑话我啊。但是喜安，那个，我真想娶你。你说的是真心话吗？是真心话。我骚哥要是撒谎的话，天打五雷轰！我答应嫁给你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喜安，我跟你说，喜安，我身体特别好，我扛着大米，我可以跑一座山呢，我命还特别硬啊！我不怕你笑话，我有一次喝多了，我在雪地里头，我躺了一夜，我都没死。小乖，我任喜安说话算数。骚哥有媳妇儿了，我骚哥有媳妇儿了，我骚哥有媳妇儿孕妈，说实话，你跟喜爱真的没事儿啊？妈，乐乐不信我，你也不信你儿子。你说现在这事情弄到这个地步，这乐乐又闹腾，我看呀，还真留不住了。天明，反正他也生不了娃，离了正好。这婚不能离。乐乐是有毛病，可生不了娃也不怪他呀。再说了，这次事是个误会，我跟乐乐真离了，那这屎盆子就真扣喜爱头上了。都啥时候了，还替别人操心？妈，我一男的，被别人误会就误会了。可是名声，对一个女人来说，多重要啊！喜爱本身就被别人指指点点，说他可服。这件事情在村子里再坐实了，让喜爱下半辈子咋过呀？这婚
绝对不能离。天明说的对，这个时候离婚，不管是天明还是喜爱，就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。那你说咋办？先凉着他。反正这个乐乐也不是头一次回娘家，你说呢？爸，你信我？你是我儿子，我不信你信谁呀？哎，对了，天明，我怎么刚才在村里头碰这骚怪，他怎么边跑边喊着说这个喜爱答应嫁给他了？啥？喜爱，你胡说八道些啥呀？妈，我没胡说八道，我准备跟骚怪结婚了。我和他已经说好了，他是穷了点，但他人不坏，我是认真的，是吧？是啊，婶儿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婶儿，我会好好爱他，我会让喜爱过上好日子的。您放心，我会像陈增强一样好好孝顺您。我们也说好了，等我们把债都还完以后，我们再结婚。滚！婶儿，我过两天再来看你。喜爱，喜爱，顾天明，你来干什么呀？你来了。你们俩？对对对，我们俩要结婚了，怎么了？郭天明，我跟你说，你要有什么事，咱俩单独说去，好吗？走，骚怪，你答应嫁给他了？这还用问吗？喜爱已经答应嫁给我了，那喜爱是我媳妇儿。你要是再想使什么坏心眼子的话，我就跟你没完。骚怪，你先回去吧，我跟天明单独聊几句。他，你回去把要洗的衣服收拾出来，一会儿我去给你洗了。那我在家等你，快点啊。你是为了证明咱俩是清白的，才答应嫁给骚怪的是吗？当然不是，我没那么高尚。为了成全你们，牺牲自己，所以你不要有负担。而且，骚怪他是真心想跟我在一起，真心喜欢我的。他真心想跟你在一起，他喜欢你。是，骚怪这人没啥大能耐，可是他稀罕我，他为了保护我，他能豁出命去。就冲这一点，我知足了。天明，我觉得你应该好好找找乐乐，跟他谈一谈，解释清楚了。这种事情搁哪个女人身上一下子都接受不了，她现在在气头上，等她气消了，她会明白的。不就是个误会吗？我和你，我们之间干干净净的，有啥解释不清楚的？再说了，你是啥样的人，乐乐心里跟明镜一样。他现在就是跟你使小性子呢。他以前跟你闹离婚，也不是一回两回了。所以只要你诚心诚意的去找他，好好的跟他解释清楚，这个误会肯定能消除的。我来是说你和骚怪的事儿。你别想多了，赶紧去把乐乐接回来。没事，那什么，你干啥去？我进城买点东西。
是去找乐乐吧。一日夫妻百日恩，我知道你心里放不下。可事情闹到这份上了，还有挽留的余地吗？试试吧。要是劝不回来，我也认命了。那好，我跟你一块儿去。爸，你去干啥呀？妈这还病着呢，家里不能没人照顾。没事，她那病快好了。我陪你去呢，多个人多张嘴，兴许管点用。走吧。这件漂亮，我觉得特别合适你，咋的？穿上好看，颜色也合适，就拿这件吧。啊，这件合适，我送给你了。哎，不是，这大清哥掏这么多钱，我怎么好意思呢？这，哎呦，别叫大清哥，我管你叫嫂子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看看有啥合适。哎，嫂子，这件也好，你看这搭的围脖也好看，真好看，这件也拿上啊。哎哎，这，来来来，包。哟，少怪，今天把你捯饬成这样了。哎呀，少怪，改头换面了。听说任邪要嫁给你，你小子使的啥坏招？我少怪不早就说了吗？我肯定能娶着她。反正当时你们不信，现在信了吧？呀，够有能耐的！那你啥时候结婚呢？那都不着急，反正等那个老房子都翻新好了以后再结呗。哎呀，你家那个破房子就不要翻修了嘛！我跟你说，直接拆了盖新。对，那你给钱呢？来，喝喜酒啊！哎呀，看那样。妈，婶子来了。哎，妈。哎。哎呀，亲姐夫你可来了，这是咋回事啊？这喜爱脑子进水了吧？他咋突然想起要嫁一个叫骚怪？听这名字我这心里边就堵得慌。我跟你说我也想不通啊，你他怎么能看上他呢？所以我说呀，赶紧把你给请过来，咱俩也说道说道啊。那个门栓，赶紧去到鱼塘把嫂子给叫回来啊。哎哎，亲姐夫你坐。哎呦，坐，别急别急啊。哎呀，我真的。你说这个人呐，他就是个二流子。我这一听，我这脑袋就大了。开慢点啊，哥，回来了。哟，回来了。嗯，买了些衣服，那我先进屋了啊。哥，嫂子，你们来干嘛呀？啊。天明接乐乐回家，我顺便进城办点事儿。我的家在这儿。乐乐，都这么长时间了，两口子之间就算有天大的仇，也该放下了。回家吧，啊，回家咱一家人好好过日子。亲家公，这话你也说得太轻松了吧？你说放下就放下了，我们还放不下呢。乐乐，你说我咋做你才能跟我回去？天明，不是我说你，自从我们乐乐呢嫁到你们家之后，这就没过过一天的好日子，要啥没啥。我们乐乐当初可真是瞎了眼了才嫁到你们谷家，但凡她要嫁到其他人家，早都去当少奶奶享清福去了。乐乐她嫂子，那我家是啥情况？乐乐嫁过来之前，她清清楚楚。那要真嫌我们家穷，当初就不会嫁过来。你现在是怪我们家乐乐了是吧？嫂子，我爸不是那意思。顾天明，你要是来劝我，你现在就走；你要是来离婚，我们俩现在就去民政局。乐乐，我是过来人，听我一句劝，好吗？
两口子过日子，那都是磕磕绊绊一辈子。你跟天明能走到一块儿，那可是缘分呐。行行，那不想跟你们再说了。乐乐他嫂子，我这趟来也没啥好带的，这是自家地里种的黄豆，你留着尝尝鲜。这城里有钱，什么东西买不到？想买一袋豆子，就让我们乐乐回心转意。我告诉你，门都没有。拿走。我现在就回家拿结婚证，去跟你办离婚。站没个站相，你别晃了，你给我站直了。妈，谁是你妈？妈，你就是那个骚怪。我有大名，我叫谷中秋。那好，你既然来了，我就问问你，你想娶我家喜爱，让她嫁给你，那你们俩将来的日子咋过？我都挺喜爱的，他只要主动，我肯定不往昔。我保证，我一定好好爱他，好好关心他。我保证不让别人欺负他。别跟我这虚头巴脑的，你说说具体的。我听说你连间像样的房子都没有。鱼塘有我股份，等鱼塘赚了钱以后，我就把我那房子好好收拾一下。我那房子确实有点太破了，不能委屈了喜爱。但是那个喜爱说呀，他想先把那个古门槛家的债都还完以后，我们再结婚。我都同意，我都答应，我没问题。你没问题，我有问题。我是不会让喜爱在五谷博村待一辈子的。这个村子把他伤了，他没法待了。那我能倒插门啊？人喜，反正喜爱去哪儿，我就去哪儿。以后生了孩子，跟喜爱姓我都答应。哎呀，行行行了，你别说了。这样吧，你回去吧。啊，我跟我女儿还有话要说呢，你走吧。你先回去吧。啊。妈，那我走了啊。他就这样了。谁是他妈呀？我这还没答应呢。哎，喜爱。你跟妈说实话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妈呀？没有，我才不信呢。你要是没有别的原因，啊，你能一时冲动就这么随随便便找这么个人把自己给打发了？你这也太草率了吧！妈，我不是一时冲动。我小的时候，你不是经常跟我说，看人别看表面。骚怪这人就是表面上看着赖赖唧唧的，其实他内心非常善良，他是一个好人，只是你不了解他。我知道您是为我好，但是这是我心甘情愿做的决定。我想自己做一回主。哪次不是你自己做的主啊？啊，当初门槛没的时候，你非要留下还债，后来为了留下门槛的娃，你差点把自己的身体弄垮了。妈三番五次的劝你都不听，最终还不都是你自己做了主啊？那你就再依我一回嘛。可妈心里这个坎儿过不去，妈是替你憋屈啊。我不憋屈，真的。你翅膀硬了，又经历了这么多不该是你这个年纪承担的事儿，唉，妈管不了你了。可妈真是希望你能认真的考虑考虑。我认真考虑，一定认真啊。
乐乐，这是啥？结婚那会儿给你买的首饰。不要了。拿着吧。你走了，我留着也没啥用。你干啥呢？你吓死我了！哎呀，我这不是听说你盖新房子吗？怎么样，运输方面交给我，绝对给你便宜点。谁说我要盖房子的？不听他们胡说呢吗？我就稍微修修。不管你是修房子还是盖房子，那咱也能帮上忙不是？哎，石灰、水泥、瓦，都能给你弄得来。那得多贵呀！我没钱，我就自己弄弄得了。你不是傻吗？你没钱给人喜爱要啊！他不是有钱吗？你修房子他能不给你些钱？那哪行啊！啊，那是个女人，我骚怪不管怎么着，我也是大老爷们儿，我能问他要钱吗？我没钱，反正就自己弄弄就行。真不修了？那你要给钱，我就修呗。给你想个招。啥招？原本你家地头那几个大树值几个钱，扛了去，我找路子给你卖了。咋不咋的，也卖那千二八百块钱的，这钱不就嗖的一下来了吗？怎么样？那不行，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，我要卖了的话，那老祖宗东西都被我败光了，都不能卖。你这不行，那不行，那你慢慢在这折腾你这烂破房子吧。啊，出什么主意呢？天明，你没事吧？我能有啥事儿啊？这不饲料都弄好了吗？过两天再去买几百斤糟糠磨成细粉当主料，就够喂了。你们还是离了？对不住。你有啥对得住对不住的？我去找他解释过了，可是他不相信我说的话。我们俩的事儿怨不得任何人。如果没有那天的事儿，也许你们两个就不会离了。不会吗？鞋穿在脚上合不合适，只有自己清楚。我们俩走到今天的地步，就算没有那天的事儿，也是早一天晚一天。以前你们俩吵架因为我，现在离婚又是因为我。有的时候我真觉得自己就是有问题，咋谁碰上我都倒霉多拿了双筷子，哎，忘了。哎，你们这些娃呀，娶个媳妇儿多不容易，说离就离。那怕啥呀？啊，咱们家条件都不是多差。天明啊，过两天妈再托人给你再找一个。
现在好男人少，好姑娘还不多的是啊。妈，我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。那也不能离了就不接了呀。妈，放心，这婚呢我肯定还得再结，将来呢，我一定给你找一个温柔善良、知书达理的。吃饭吧。妈，这是咋了？没事儿，心里憋得慌呗。你又不舒服了？没有。喜爱呀，我就是想不通。骚怪最近啊，变化挺大的，人也不那么邋遢了，也变勤快了。可是有句老话说得好，江山易改，秉性难移。他骚怪毕竟是骚怪，我总怕他是装的，所以你真得好好想想。你真的心甘情愿嫁给他？是。哎呀，我替你屈得慌。有啥可屈的？瞧他穷那样，连个像样的婚礼都不能给你。你就这么就嫁了？要啥婚礼啊？那都是做给别人看的。你心可真大呀！钱呢？炒了几百块，多了上千块吧，反正我也不知道。别犹豫了，赶紧卖了吧，过几年生虫了，不卖好价钱了。行，我卖，这就对了。走了啊。这么多钱啊！放心吧，我没偷没抢。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没有干歪门邪道的事儿吧？没有，我保证。骚怪，你个不要脸的，你干这缺德事儿，你也不怕遭报应啊？什么？你凭啥砍我家树啊你？嫂子，这是咋的了？我问你，凭啥砍我家树？砍你家树？我没砍你们家树啊。哦，嗨，那是我们家树，你嚷嚷啥呢？这是我们就嚷嚷，那树长在我家地里，咋成你家树了？行了，别吵了，都说说到底咋回事儿。他一大早把我家树给砍了，我告诉你，你必须得给我赔啊！你不是跟我说没偷没抢吗？咋还砍了别人家的树啊？那是咱们家自己的树，那是我爷爷种的，两棵大树长大以后就落了种子，长了一棵小树，我就把那三棵树全都卖了。那现在是在我家地里长着，你砍你家树，你砍我家树干嘛？那行，那就算是在你家地下里，那也是我们家的大树，长大以后落了种子，才长了小树，那树还是我们家的呀。你少来，那树长在我家地里，那就是我家树，你招呼也不打你就砍了，你就是个贼，你不要脸。说什么呢？你怎么那么不讲理呢？哎，他怎么行？多少钱？我们家的树，我们家的树，那是我们家树。试试，别吵了。我听明白了，骚怪砍自己家树的时候，连带着把你们家那棵小树也给砍了，是吧？啥叫小树呀？那长得快着呢，长大可值钱呢。行了，嫂子，有事儿说事儿。现在树已经砍了，该赔咱们就赔，多少钱？你说吧。500。500？500块钱？我这三棵树才卖了不到几百块钱，你手腕粗的树就要500块钱？你们俩土匪呢？你就说你赔不赔吧。不赔，不赔，我就去镇上派出所告你，我就不想打扰你。没说不赔给你，但是这价不是你随便喊的。这树本来就长在边界上，有争议，现在我们不争了。这样吧，
100块钱，行吗？行。不行，行啥行啊？最少也得300。嫂子，你胡搅蛮缠的功夫我是见过的，你要是不讲理，那咱们就去派出所，这是民事问题，骚怪也蹲不了大牢，到时候别说300，连100你都要不上。你要非去，那咱们就试试。媳妇儿，100也不少。100就100，算我们吃亏。喜爱，给他们。哎，媳妇儿，以后别干占小便宜的事儿了，占小便宜吃大亏。要干就干大事儿，堂堂正正的事儿。嗯，你说你好好的，咋想起来把老树给砍了？那留着以后兴许盖房子还能用得上呢。我不是想给你办一个像样的婚礼吗？咱们本来就没什么钱，现在又给刘四儿拿出了100块钱，咱们现在就更没钱办婚礼了。你咋这么傻呢？我跟你说了，我不在乎，我没骗你，我真的一点都不在乎。你说就为了这儿啊，好好的树砍了，还惹得人家刘四媳妇上门来骂，值吗？这当然值了，我骚鬼做梦都想娶你，我死了都值。不许再胡说八道了，啥风光的婚礼我都不想要，我现在就想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的过日子。呀，你咋把我想说的都说出来了呢？喜爱。咱们现在确实没钱，也没有好房子。但是我相信，只要有你在，咱们的日子肯定一天比一天好。天明啊，表面上看着没啥，可我看得出来，他心里啊，肯定挺难受的。哎，照这么下去啊，别憋出病来了。离婚这事儿，谁能好受？没事儿，时间一长就好了。前一阵子啊，咱们给他介绍那个姑娘，人马上要结婚了。哎，现在再娶个媳妇儿啊，不是那么容易的。妈，我的事儿呢，您就别操心了。不是跟您说过吗？婚，我肯定是要再结的。只是现在，我不想考虑这事。那你想干啥呀？现在鱼塘也建成了，咱再娶个媳妇儿，好好打理鱼塘。闲下来的时候，咱再凑钱啊，把车买回来。你继续开你的车多好啊！鱼塘那边现在有骚鬼和喜爱打理着，挺踏实的。车嘛，不想开了。总不能一辈子跑客运吧？那你接下来准备干啥呀？啊，妈，我出去走走。看看，咋了这是？还喝上酒了？喝一口。我待会儿值夜班呢，不能喝。小鬼，我呢以前对你有偏见，别恨我呀。哪儿的话呀？都忘了，不记得了。天明，你喝多了，赶紧回去吧，这还有我呢。啊，那你在这看着吧，以后这鱼塘啊，就靠你俩经营了。
行，放心吧。那个骚鬼，你俩要结婚了，红包呢，我先给你。这不合适吗？这有啥不合适的呀？拿着。谢谢。回去了。我走了啊。慢点。干啥呢？你俩干啥呢？我闭嘴，信不信我弄死你！你个。你是谷中秋的家属？我是。啊，我们刚看了一下片子，我们怀疑是骨癌，你要有个思想准备。另外，你得多准备点钱，不加后续治疗，万把千的肯定是要有的。骨癌？不就是腿摔断了吗？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呀？你的心情我能理解，我也希望是我弄错了。是不是骨癌？我们还要做进一步的检查。我还是那句话。你要有个思想准备，好吧？乖。进门还没吃口热乎饭呢，干啥去呀？又，我着急去医院交钱。阎王爷索命还得挑个一时半晌呢，把饭吃了再去啊！哎呀，我现在哪还吃得下去东西啊？一个大活人等着救命钱了。哎，那怎么呢？那怎么，你不吃饭就能来钱了？啊，你再把身体搞垮了，不更麻烦了吗？吃，说啥也得吃点。嗯，吃点啊，我看着你吃。我想把鱼塘给盘出去。你说啥？我说我想找天明商量一下，把鱼塘给盘出去。哎呦我的妈呀！这鱼塘刚刚见样，怎么就把它盘出去呢？那你说咋办？现在钱不够啊。再想想别的办法呗，找人借一借，等这鱼塘成了气候啊，很快就能把钱还上了。不了了，啥没了都可以再挣，这人要是没了，就真没了。我先去了。不行，这鱼塘建起来不容易，这要转出去可就没了。
再说了，余堂还有贷款呢，就算转出去了，这一时半会儿也拿不到钱呀。那咋办？这可等着救命呢。我记得我爸好像说过，咱们村有扶贫名额，我去给骚怪争取一下。行，那谢谢了，我先回家去看能不能想想办法。鱼塘的事儿你就放心吧，有我呢。再说了，等你以后身体好了，有你忙的呢。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咱们在这个地方，那就是往无底洞里扔钱，见不着底，听不见声的。走吧。那你也得在这儿给我待着，看我给你买啥了。啥？这么香。你最喜欢吃的虾。饿了吧？香吗？我记得你跟我提过一回，说你喜欢吃茴香虾。今天来不及给你做了。好好的哭起来了啊！这是咋了嘛？啊，真是的。我觉得现在真好。我以前一个人的时候，要是生病了，连一口热水热饭都没有。可是现在，趁热吃。嗯。Thank you.
此。